滑倒了。出来玩啊！到了。房间。登记是下面。登记在下面。上落来登记好，遮先登记啊，大大遮啦，系啊，先来遐登记啊，走吧。哇，他被关着了。又把我留在中间啦！帮他开门，帮他开门。飞行梦工厂哦，这可能是这个头家的兴趣。加油诶！隐形战机。很好啊，铁达你好吗？嘿，对。铁达你好。啥货？无代志啊。无代志。你的一百块拿袂起，我就是我的啊。我紧捡起来啊，无行啊着你的。现在当邻居啊，还有白雪公主，可以的。鲤鱼，吼吼吼！哦，就是上班级，他傻傻的这样，会加靠加，几只，背几只，这看起来靠吧，嘿，拜拜。他没办法开门。你看咧，恁妈妈都无想要帮你开门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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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在拼事业，太忙了。好香哦！都是檀木的香味。哦，这个是标准价格啦，精致四人房4090%，就这样，请去。有干净就好了。对，主要是设施啦。哎呀，设施多了啊，那个寝具有干净就好。对啊。最怕哦，有些那个饭店，那个好像都没有洗一样，啊，不然就房间都是烟味。我有吃薰，我嘛惊薰味啦。别人的烟味我就不喜欢了，啊，我也不会在饭店的房间里面给人家抽烟，很不道德。对。然后窗户不能开啊，它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白白的？是他们有上那个防火漆，所以会看起来白白。但是哦，里面檀木香味真的很重，超香。嗯，他说有益身体健康。哦，好吧，就来好好地放松。但他们有附那个早餐、晚餐跟下午茶。早餐、晚餐、下午茶。好，老板娘。这样我们也很早就进来了，他说3点才可以入住，那、啊、现在1点了。如果说6日都可买的，6日已经3点了。可是如果说平常日人没那么多，他可以很早就打扫完。哦，消毒完，哎、你要提早。他不人大啦，所以你得当提早入来，无本地搁按算3点较要来。好、哦，多喝。世外桃源。嗯，我祖囝讲白口食。哎呀！然后这边都脚踏车，都可以骑。你如果要骑，就骑了就走了，都不用租借。然后不用钱，不用钱啊。这边是露营区，这两间帐篷炸来加露营。在冬天来，
冬天露营，反正我们有羽绒睡袋。今晚要来游泳池。哇，舒服。迄个拢无咧运动哦，哦。无咧运动。阮这个动车后壁搁载一个。哈哈。食，即群哦。到啊到，即群哦，搁有迄条船啊，阿孙。嘿啊，我买一只船啊啦。哎，徐佳琪，你爱走总跳落来呢。进来坐船。哇，船啊淹水！你敢倒会行？哎呦，大船入港哦！冲啊！滑倒了，深水炸弹哦！冲啊！舒服，砸掉！来了，冒水了，冒水了！他那边也在冒水了。船长，船长，船要沉了，阿贝，阿贝，天哪，铁达尼号要沉到最后一刻，有过，跳船了。东家恁家的大人，牛哥，艾哥，罗斯耶唔是杰克，艾米。这个 GoPro 7应该是没几个人，没几个，没有双壳就直接下去了。嗯？这啦，顶顶船嘛是开呀！哦，累倒了！哦，泡！哦，你好笑！哦，水玩完了，在这里玩水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景。嗯，不错。十八罗汉山嘛。哦，十八罗汉。啊，是真正十八座吗？头家娘咧问是真正十八座吗？一只安尼。你嘛无去甲算啦。哎呀，无去甲算。我是超人。嘿啦，等下就摔到无片啊。然后现在来去吃下午茶。啊，现在要到下一站，我们要去吃下午茶。嘿嘿，很棒哦，这个平日来就很放松了，舒服。这叫啥？白纹鸟哦，敢是？啊，我彩色鸟。十只妹，我搁想着500颗啊，十只妹啊，十万，十只妹啊。像上次
等你只白色的来个你阿兄，你讲你只白色的较好食。一对。好食。食好食，食食起。等落阿个城来个你阿兄。然后今天有点太热了，不太想走过去。我不然这边小朋友很多地方玩，那边有那个溜滑梯啊、摇摇马之类的。哦，这边拍照也很漂亮。这应该拢会当内底照鸡丝啊，看要拍羽毛球。拍篮球啊，我会拍篮球。你看嘛，荡秋千，还有沙池。还有沙池可以给小朋友玩。啊，下午茶是面包啊。哇，好济哦。惊死。真是。啊，他还不是草莓。桌游室。哇，那伊今仔伊那迄边迄间无开放，安尼就无动球啊，安尼着。吃晚餐了，还有音乐，可以打羽毛球哎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来打？妈咪，车子放那边了。吃晚餐，耶耶！然后那么爽，还在比耶、yeah ！餐厅真大哦。到底几样菜？还有吗？还有汤哦。还有一个汤。嗯。一五菜一汤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五菜一汤。素食的也有。素食的也有。好吃哦，吃第三碗哦。哦。未歹食啊吼。未歹啊。那饭店加的，安尼算未歹食，好吃。有当时啊去饭店啦，平日拢一挂滴咧。啊，这间菜好食。伊只阮哥真正甲头家娘来，嘛是平日无啥人，菜嘛拢 OK， 赞的。这个晚餐是付的，啊还有早餐、下午茶，不错哦。这个给几个点心，赞。吃饱啦，唱歌啦。免费招待的，如果平常的话，你们还要付费。哦，好班的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Hello。不会啊。哦。你看爱我哦。呵呵呵呵。闻你的臭脚。这懂吗？应该就只有这一间的二楼吧。你是怎麼要寄202呢？对啊。哦。201。呜呼。可以耶齁。喔。还不错哦。是住这种山区吼，你如果很怕虫的话吼，你晚上应该会蛮害怕的吧？但是这种地方，山区啊，免不了啦。啊，睡醒了，要来去吃早餐啦、啊。你们听，都是蝉的声音啊，沐浴在大自然里。
看看今天早餐吃什么。高丽菜、面筋、荷包蛋、抓饼、德国香肠。水果，明白啊？还可以跟柜台借羽毛球拍，可以打羽毛球。哎，吃饭来。这一次的旅行，除了我们的住宿区那个像教堂的那个建筑物没有开，变成我们昨天晚上就比较无聊了，没得撞球。记得里面好像有懂球间，所以昨天晚上就比较闷一点哦，但是环境还不错啦。喜欢这种环境的话，可以来走走，带小朋友来放电。现在跑去打篮球了。拜拜。